诉你们，你们上当啦！你知道你们在录什么节目吗？康熙啊！康熙 ，Come on， 对不对？看一下康熙够了，他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stand by 了。有没有看到？把我们的来宾遗弃在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我跟小 S 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平常康熙来的来宾化妆的这一间。其实 S 跟我也没有进来过这里。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化妆间。结果这边呢，看起来真的在我们录影的时候，处于一个兵荒马乱的状况，好乱啊！然后我们今天故意把我们的白来宾关在摄影棚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要趁他们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来搜他们的包包还有外套，看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他们是准备好进摄影棚给我们看的东西，对，所以这我们就不用看了。这应该是英国，这个应该是没有准备好给我们看的吧？好，食物。我们有办法凭东西猜出来这是谁吗？我大概可以。大镜子哎，就是一个很在乎外表的人。OK， 更多食物，哇，很多零食哎，贴布，贴布，很重的那个贴布的味道。这是有在出外景的人吗？哎，我也有带，或者是妈妈，好像是我们今天来宾有一位是随时都要贴贴布的老太太。把随时要贴贴布这位老太太带到我们的化妆室。来来来来，现在就是 Vicky 姐了吧？应该不用问了吧？来来来，可是我不会那么年轻。来，请过来，过来。有乳液。那应该就不是。有另外一袋。对。有我们喜欢的东西。什么什么？哦，快打开！哦，哎，桌面不是她跟她男友吗？为什么桌面是她抱一个婴儿啊？可是跟另外一个年轻男士哎。谢谢。主人来了吗？来了来了，在这儿。我也只不过比别人穿的多而已。是你吗？是你。不是啊，那你说唯一那个老太太贴贴布的，那就不是你的。慢一点，你不要把他的另一半不是只有老太太，是爱贴胶布的。哦，我只听到老太太。对，马上就把我带了。请你先离开。贴胶布的是我。再见。你只是老太太。我们去把爱贴胶布的老太太带进来。她为什么过完年变成老太太了？家庭怎么会有这么多礼券呢？今天分类的很好啊，都是应该是过年领的吧？是。现在过年还有人红包是在给你看吗？现在老派的人吧。看节目觉得有点歪掉，就在给。这一代没什么，就是一些化妆品。所以我觉得这一代他也是准备好要给我们看的样子。哎，有一个值得看的东西，笔记本。笔记本吗？哎呦，是你就是镜子。主人进来了。哦，钟欣怡来了。是。嗨。是我。所以你是爱贴贴布的老太太。对，其实那个爱贴贴布的是我。发生什么事要一直贴贴布？没有，其实我是那个很容易腰酸背痛的人，就是常常那个起床起不来，我就需要一个那个。辅助的一个类似像按摩棒的东西，就撸我的筋脉啊。你按摩棒也是随时放在包包里吗？对，我看长什么样子。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小的，它跟了我好多年哦。哦，不是电动的，不是那种，是那种自己这样子很舒服。你说曾经有一次你的好朋友把按摩棒拿走，然后你抓狂吗？我抓狂，那是我要出国，然后我没有带到这个，然后那的男朋友他知道我非常依赖他，然后那天就是这一根，就是这一根，没有别根可以，没有别根了，没有别根，我也不想要换别根。然后他我就起不来嘛。他皮肤有变光滑吗？嗯，有，还是妆变比较厚。他过年期间去干嘛了？就变胖了吧，康永哥。他三根打了。所以你说市面上买不到另外一根跟这根一样好用的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我拍戏的时候在类似像那种北线，然后在那种类似像民俗村买到的。Okay. 然后现在要去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没有它你会疯掉。嗯，因为我每天都需要那个来那个。那这一支我就收走了。不要，那一支，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你要藏在哪里？这里有空间吗？一下，因为我最近也是腰好酸好痛哦。我那个贴布很棒哎，贴布已经治不了我了。我生了三胎，我很需要这种按摩的东西。不好意思，给我啦。我跟你讲，有一个交换的方法。如果要换回这个的话，请你把密码。哎呦！按摩棒或者是手机。
你们真的太密码，那密码不能拍到。好好，小心镜子会反射。好了好了，我打开了，看我。你们看，我们看那个吧，我们现在看相片好了。上当了。搞什么啊？连元宵都有没有生了？你拍元宵特写干嘛？不是因为我自己那个煮汤圆吗？没有，有没有裸照？没有啦，不可能。有没有孙乐心？怎么都是吃的？因为我刚去大阪玩。有有有，你看我眼睛多。这个就是。这就是孙乐心。我们前康熙制作人好想念他哦。然后，然后两个人靠在一起的甜蜜。你说你们去哪里玩？名古屋吗？还是？这个是京都的庙吗？嗯。清水寺吗？嗯。几天几夜？是，就是我。哎，他怎么会藏得这么好？这么多照片，只有一张他跟孙乐心，为什么？那怎么你们会看到？他眼睛就很尖，而且孙乐心还故意躲在这边这样子，什么意思啊？救命啊！所以他，你还没有回答几天几夜？我去玩一个礼拜。一礼拜，你会不会太纵欲啊？看一下那个，他把孙乐心储存在什么名字？最常打的那个要看通话记录。哎呦喂啊！要心耶，心，心，而且是红字。你看看，心心有这么多通哎，心大概，心一定要多打好多。还有爱之家哎，这是我的家，我妈妈。我看看多久打一次哈？没有。所以星期六一天心就有。一二三四五六，哇，打那么多次，我们要不要打给星？假装是他，我看到是你的手，他有可能会不接，是不是？可能在忙吧，可能。万一是小燕姐替他接起来怎么办？要传简讯给他。好，我们看看简讯吧。所以一定有示爱的短信、电话机、家人哥哥。星，你干嘛不接我电话？你干嘛不接我电话？神经病啊！你在忙什么？谁啊？我是你宝贝啊！我是你宝贝。被听出来？你怎么听得出来？为什么都没有简讯呢？为什么都用讲的？这要怎么讲？我不知道哎。勇哥你好。你们刚去度假回来是不是？你问他吧。你们两个在京都的照片已经上了《康熙来喽》。哦，来恭喜恭喜！他说你们在京都的每一天都打得火热。他说一共去了，孙乐心干嘛在节目上扣号了？我们本来没有扣号，可是你女朋友为了一根按摩棒就出卖你。他说你们去日本玩了一个礼拜耶。哦，这样是嗯哼，已经玩了一个礼拜回来，不就是应该要结婚吗？啊，出国下一步就是结婚，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哎。可是孙乐心，你知道？你女朋友的手机的桌面是她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呢，这个就是女生，这是女生在暗示你啊，她要家庭。这个谢谢康永哥了啊，这个我接下来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所以我知道你们的 schedule 就是京都行回来之后怀孕然后结婚，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私下聊这件事情，有没有在节目上？好了好了，那就不打扰你了哈。好，谢谢。你要跟你女朋友讲话吗？哦，没关系。嗨，好，嗨，拜拜。拜拜。好，这啊。哎，所以按摩棒被抠脚。他好会听声音哦。不
不是，因为 S 姐好热，好热。S 姐声音很好热呢。我摸一下她的体温。很热，你看。中西惨遭逼婚，当场无力招架。这些故作甜蜜的对话，在将来他们分手的时候，都会在康熙重新拿出来播。救命啊！完了，那是明天就要结婚。明天就要结婚了？没有，恭喜啊！我结婚会说话。其实你怀孕了，对不对？没有啦。你是因为我变胖，所以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赶快成家立业吗？没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在我的计划内，我觉得顺其自然。就是如果要到那一步，那还蛮好的。那没有的话，哎呀，那是要讲这些。一起出国旅行的时候有吵架吗？还好，还好。他刚听讲，觉得一个礼拜很久哎。哦，因为我都是我在规划啦。我觉得情侣一个礼拜很冒险。嗯，四天三夜差不多吧。一礼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有没有显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不会不会。就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枕边人又是你，就叹气。不会不会不会，只会其就是只会其中一天，他说。不然这一天就是照他的方式走好不好？他的方式是什么？一直待在房间吗？他的方式就是没有方式，就是躺着。没有，就是还在外面走走走走走，就是说，哎，那我们要去吃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哎，不就照你的方式吗？因为我自己会有想要去吃的一些店啊，或者是要去哪里，然后他就会突然陷入一种恐慌，说那个还是交给你。所以他其实没有你不行，是不是？在规划上。因为京都有很多餐厅是一次要吃很久的，你知道这些百年老店，这些故作甜蜜的对话，在将来他们分手的时候，都会在康熙重新拿出来播。完了，那是明天就要结婚。我明天就要结婚了，没有，开玩笑。我结婚会说话。其实你怀孕了，对不对？没有啦，你是因为我变胖了。Okay. 所以你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赶快成家立业吗？没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在我的计划内，我觉得顺其自然。嗯，就是如果有到那一步，那还蛮好的。那没有的话，哎呦，那是要讲这一些吗？突然走偏到一个接受节目访问。所以像这边挂了一排是明星们进来换掉的衣服，对不对？对。所以请问你有看到过其他艺人走进这一间来说，你一瞄想说哇穿成这个样子，这种内心的独白过吗？有过，那蛮精心的哈。今天跟你同台的女明星哪一个穿的比较稍微夸张了一点？我觉得我今天排开来我比较夸张，因为其他好像是冬装，就我一个人穿下。那他今天应该穿个婚纱礼服来。我是因为其他人都还懂。孙乐欣到底看不看得懂符号啊？就是，对啊，连蕾丝都出来了。这个如果只拍上半身，就是新娘服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而且他如果回家拖到一半，刚好照在头上的时候，孙乐欣竟然就以为他戴了新娘头纱。钟欣怡，你要不要陪我们到那个角落？因为我们想去看陈汉典的包包。哇，你也会让他把它塞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我觉得那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哎。我们去翻一下那边吧。救命！应该是要移开这个吧？哇。哇，这个哇，好重！这个吗？他干嘛塞在那个里面呢？可是我知道汉典的那个包包都会塞在那个角落。你觉得男生把那个帽子这样挂到了，他希望塑造什么形象？就是自己很街头。哦，他带枪！天哪！给你打！我要这个。可以用中性的手机抱。陈汉典果然就是吸毒的人，你看他竟然带枪哎。学习地这是一个手机耶，知道手机壳，好酷哦。陈汉典，你手机密码几号啊？忘记了。你如果不讲的话，就没有下一集了。不是嘛？先哎，人家钟欣凌都已经讲，人家是来宾嘛，我们大家自己人嘛，私底下里面有什么也没什么，那就那有什么关系？他都不怕我们看照片了。汉典，我都那个，我发誓，如果太过分，你就打开来给我们就好了。没有啦，其实真的也没什么。那我是不是太容易就？对呀，你太容易了，我们就说起来。陈汉典，没什么嘛，就是没什么，你怕什么？没有啦，就先不要。我们讲好，我们是主持。我们讲好说，我们看了以后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不讲就好。我发誓，你如果不想秀出来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秀。
我若秀，我真的不是人。我发誓真的，你好可恶哦！我真的很无聊啊。这牛仔裤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通告费啊，通告。这是啊。他上一集康熙200,000。没有没有没有。上的。哇！不要把你们的价码都讲出来嘛，好不好？你好贵哦，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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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杂物啊？哎呦！而且他好多张信用卡哦。哎。唐崇盛送给他的专辑，哎，对对，人家写多多照顾他，在上面写大便呢，没有，不要再开玩笑，不要再得罪一些前辈了。你为什么人家的喜帖你都不去啊？有啊，我有去啊，那这都没拆是什么意思？有，就是看到哎，知道哪个是地址在哪就好。OK， 对对对，他都是喜帖，我真的觉得很怪异耶。带电击棒干嘛？不是刮胡刀啊？啊，这是充电器嘛。就是一些垃圾嘛，我他说人家手录完专辑是垃圾，不不，我是说我自己的里面很多垃圾，我等一下再收一下。你这个放了那么久，你有听吗？有啊有啊有啊，你有听？有，你有听？有 ，CD 都还在里面呢。就是可能还没有听完，赶快拿出来放着嘛。对，李安东，你还不把你当成这个好朋友，我才会收藏着，对不对？要不然有的几乎有时候，对不对？李安东是多久以前上我们节目？他到现在还没有听他的专辑。好啦，他包包上很久没有整理。所以你今天为什么怕我们翻你包包啊？我没有怕啊，所以我就放藏在那个角落干嘛？我平常就放那个角落，我一直放在那个角落。药物？避孕药哎，不是，这鼻子过敏的药。你怎么知道这是避孕药？避孕女生吃避孕药？不可能。天哪，你真的是人哎！没有，这是鼻子过敏。顽强，那是也是喷鼻气嘛，顽。哦，你鼻子真的很有问题。对呀，你好严重哦。这好像是那个迷奸药。不是，这是洗鼻气。好多药哦。不是哎，哦这个，他收入这么高啊？没有没有。哎，等一下，你出场是你主持我那场的活动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出场人民币700,000，怎么会这么高啊？你好羡慕啊！先不要，先不要，是吗？哎，真的，700,000呢？对，哪有哪有那么高？没有没有，真的，你们不要不要不要，哎，你很爱留这些收据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就是。刚好没有整理了，你为什么不整理一下？我等一下整理好了，我等一下整理。那这是红包袋。哎，我总体他的包包真的比女生乱很多哎。对不起。对啊，我重点是这些东西很需要归类啦。对。那些好了，那手枪的话我帮你放回去。你带，你先带钟欣怡回去，然后我要换别人过来。好。哎呦呀。可是今天有一位客人是那个香港来，香港来的是新朋友，这样不好意思，你看看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这是妈妈，这上面有贴小孩的。哦，这是老太婆。老太太没有设定那个，所以她的 WeChat 跟那都显现在需要上面呢。好大方哦！怎么办？我们好像发现不该发现的东西了。真的吗？所以是老太太吗？是老太太。陈汉典，我们要请老太太进来了。好，来来来来来。哎呀，我就发热了我。老太太喜欢吃沙棘。叫人。大家包包都有很多喜帖。老太太来了，你们也太仔细了吧？对耶，你干嘛都没有设那个隐藏？这些都显现在。这可以隐藏吗？可以啊，因为万一你先生看到人家传什么来，他不高兴怎么办？可是我还好啊。可是 Ken 就跟你调情啊。没有啦，这是我们一个爱的小组的啦。那就是很爱的小组，就是调情。我们那个教会的，教会的。给你看那个爱的小组，就是都是传扬那个，所以是圣经上面的上帝的爱。对，你问，大家收到了，爱的小组，爱的小组。然后这是公司，明吴小珍 ，Stanley 是谁？就是小珍的朋友。欲望城市，欲望城市，欲望城市就是我们五个人妻啊，也是讲一些阿力不打的，都没有讲什么，哎，没有什么事情哎。妈妈很无聊啦。哦，不是，这是那个我老公他们舞台剧的演员，对，就跟你怎么会有互？因为那一天我约他到我们那个新开的餐厅去吃饭，你单独约他，还有小朋友，他因为我女儿很喜欢他，人家钟欣怡都真的心叫欣，为什么你先生就叫屈中恒呢？那个 WeChat 是屈中恒，这是我女儿传给他的啦，不是你吗？不是我，
胎椅子？因为他去 IKEA， 他说要不要买这个椅子，我说很棒。已经没有爱的言语吗？没有，都是我女儿传的。他叫他白木吗？白木童是你吗？对，因为他给我取的外号。哦，因为日本有黑木童，所以是白木童。对，因为我很白木。这我知道。然后那一天去看我一个朋友生小孩，他就叫我不要再待在那个地方了，赶快离开，让那个人休息。就小孩跟不好意思，客人来了。有走错朋友。小姐，欢迎秀慧来。你的包包也要检查一下。来，请。曲中恒的。你想看吗？我想看。男生的特别想。萧慧姐来参加下一期的录影，听说你固定是提早到，对不对？拜托我借我一下。是是是，所以你现在是只画了粉底而已吗？对对，你看不出来吗？没有，整个人气色还蛮好的。真的吗？真的。哇，可能休息这段时间有补到，比我们想的好很多。真的，有要状况一直很好。有要顺便让我们检查包包吗？我 OK 啊。包包好大方哦。我 OK 啊，我们有手机哦。手机里的东西可以看吗？什么机我都可以看。你手机应该是有拿在手上是不是？我手机在这里啊。有没有密码？没密码，我现在我刚还在跟冰冰姐赖嘞。秋慧姐很想要给人家知道她手机的密码。白冰冰冰冰姐吗？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收到她的红包啊，所以我要跟她谢谢啊。男生。男生哦。你们是球员，是王建民吗？对。没了。夏雨欣初心大业，小 S 康永发现大秘密。怎么会自己跑出一个成绩来？在玩 Candy Crush。哎，他没有锁哎。那是助理的吗？助理吗？包包也，包包也是助理。包包是谁的？是我助理的啦。害我们收电话。所以这个才是你的吗？这个是我的。可是你刚拿那个白色手机是你的，你完全没有密码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很精彩。好了啦。刚没有什么话你看的啊。对啊，真的。这是谁？儿子吗？这是我侄子啊。哦，侄子。你好像没什么东西耶。我的东西很多，我弄给你看。你是想要让人家知道的？哎，是啊，有灵异照片哎。给睡觉。那是我在睡觉之前拍的啦。你睡觉前拍自己灵异照干嘛？因为我觉得还蛮美的。怕明天醒不过来。不是啊，就有觉得哎，那天状况。这是什么？哦，这是你在那个。脸书有 PO 的那个，对对对，你亲眼看到的吗？亲眼看到。哦，不是他本人。我本人这样还得了？他脸书的内容你有看到？那我爸爸跟拖鞋拿杯。是是，不要乱开玩笑。谢谢，这样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我里面都湿了呢，这样就湿。怎么会那么刺激啊？你现在看什么 ？WeChat。哦 ，WeChat 比较少了，人家看 LINE 比较精彩。真的。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好了，我觉得你好像没什么東西啊，真的啊、哦，谢谢。啊，我可以走了呀。可以可以，去化妆去。啊，谢谢谢谢，你要在那边化对不对？对，我在那边化。啊，请秀慧姐、啊、欢迎。好好好，谢谢。不好意思。所以小姐，你的包包里面的东西我们都参加差不多了吗？差不多。没有什么要推荐的吧？没有啊，就没有。哦，这个红包有钱呢，就是我老公送我的。哦，真的吗？对。过年的红包，他每年都会送你钱吗？然后维他命跟那个酸梅啦，就是，对啊，其他。所以我觉得屈中恒这样还蛮够意思的，还会特别给太太准备一个红包。对啊。你还知道算多少钱？16800。嗯。所以是每年都是一样的数字。没有，他今年就特别有包一个红包给我。为什么？是他今年赚比较多吗？我不知道哎，我收到也蛮意外的。还是说他今年有外遇？所以想要你们检查一下他的电话。哎，这个你认识吗？我觉得应该是少女吧，才会用那种粉红色的。而且怎么办？我们遇到我们不熟的手机，什么用啊？陈汉典，把那个把这个的主人带进来好不好？这个的主人。影棚里面都吓傻了，你们也太仔细了吧 ！Vicky， 谢谢你，先婆婆，你待会儿见哈。好。
秀慧在弄哎，我从来没有现场访问过明星在整理中哎。所以化妆师他算是男化吗？哎，红糖来了，来，来打开。我没有手啊，我没有手啊，在怎么开？在这里这样开，对。为什么没有密码？因为我很怕麻烦，所以我通常都没有锁，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对。这个是汗点的，交给你吧。好，交给我，什么意思？大家负责把密码问出来。真假？他很容易接受色诱的。真假？周嘉南是谁？哦，我经纪人。对。哎，大家为什么都这么有备而来啊？向黄，就没什么好看的。没有男朋友吗？没有啊。你拿你当背景，你不介意吗？哦，不会，我非常乐意。好，红糖，你的包包在哪里？我包包在那边。角角那边吗？对，黑色的那一个。好，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吗？对，这个很重哦。哎，哇，没有哇！等一下，这不是我，这不是你，我发誓，这是我拍的，我发誓，这是夜店吧？你喝醉然后没有？不是，这是我拿我手机拍，因为我那个女生朋友喝太醉，然后男生朋友是一个裸背的女生，对。然后他整个太醉，所以我男生朋友直接抱他上车，然后我觉得太好笑，我就在后面拍下来。OK， 对，这是什么？这就是去成品，然后就是买书送的杯垫，就我包包很多垃圾。杯垫。对啊，然后这是化妆包。我跟你讲，我超安全的，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你跟谁去动物园啊？我跟我朋友，女生朋友去动物园。你手没东西，看你手机送给你啊。真的没东西，没有可以看的。OK， 连照片都搜不出，真的真的很惊人。没有东西，少女的生活怎么？没有，因为我手机是不是出门前删过照片？不是，因为我手机根本不锁。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我防卫心很重吧，我觉得可能就有人会随时想要看我手机。那你男友的照片怎么会没有在里面？我没有男友啊，是很久了，是不是？嗯，很久了。对，所以我几乎有什么简讯都会删掉。不会留下。你觉得陈汉典的密码会是什么？因为生日不是，真的很难猜，因为他防卫心很重，他死不说哎。我觉得你干嘛假装没事？我觉得收吧，我在收证。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什么，所以他才很害怕。哦，这边有麦了，有麦。OK。对啊，没有什么好。好，谢谢。饶过他吧，好，谢谢你。好，麻烦你回摄影棚去等我们哈。来，身上。好，我们还有谁的东西？这边是不是？是看了吗？白色的吗？这一包。这谁的啊？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吗？怎么会自己跑出一个手机来？在玩 Candy Crush。哎，他没有锁哎。你在干什么？好，需要密码。所以他并没有这个。他不是这个，他是 WeChat， 他是 WhatsApp 吧？我想。是什么？啊、是助理的吗？助理吗？包包也是助理的吗？没事没事，还没有看到你的。谁的？什么东西？这个包包是什么东西？这包包是谁的？是我助理的啦。错人了啦！弄到助理了，害我们收电话错。所以这个才是你的吗？这个是我的啦。可是你刚拿那个白色手机是我的，是你的，你完全没有密码哎，因为我刚在玩，就是在等的时候在玩 Candy Crush。Jason 是谁？就是我朋友啊。Jason 哪一个 Jason？ 又怎么啦？借寒风衣服。哦，那是。对对对对，那个工作有一个小客怪怪的。什么啊？不要让我现在心跳好快哦。掉。喝醉吧，没有喝酒，这么晚穿哦，暧昧了。半夜起床打电话弄到早上，打到现在。哎、欸，他们等一下，你要念出来。喝酒是几点钟？上午。喝醉吧。没有，他因为他很凌晨传给我，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吗？所以他不是，是不是？梁大卫呢？起床在八卦别的事情、啊。什么？都是女生会主动找他吗？他在聊别的事。不是啦，他一直觉得你对他没兴趣，哈哈是。你知道他在聊谁吗？他们在聊 Jason 哎，不是那个，我知道不是唐志忠。他说 Jason 好不好？然后他就说他很好啊。
有感觉了吗？哈哈哈，什么感觉啦？你怎么不说他有什么感觉？所以女生在好奇说，为什么杨那个 Jason 都没有对他表示好感？所以 Jason 一直在等着你对他有感觉，是不是？好，然后他说，然后梁大卫就说你没有主动找他，所以不行啊，因为都是女生主动找那个Jason。然后他就说有啦，我有主动传给他了啦，打铁要趁热，你比我还紧张哎，起床没？刚起，再回去看一下Jason长怎么样。不是那个Jason，那不是这个Jason吗？不是不是，怎样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很精彩啊！掀起竹林空隙，却惨遭搜查的命运。Hello，Hello，Hello， 来这边请。第一次来康熙，我们这样对的。谢谢。欢迎。你第一次来，为什么要参加这种单元？你不知道要收包包吗？他没有跟我讲。包包在哪里？就是你说不要看你。这个吗？这个点点包是你的。点点控是我。哦。你以为是戏剧？真的是。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很精彩啊！流浪，寻找女人的天性。没有啊。哈哈，屁嘞！你没有打算要找女人吧？有一点点哦。哈哈，一个人吗？应该是找不回来了，需要心灵导师协助吗？怎么协助？看你掉在哪里呀、啊，哈哈，帮我找一下是吧？嗯啊，还可以兼保镖哦，今天我也没事哦，保镖。好了啦，暧昧，你蛮会暧昧的耶。不是，我难得有心灵导师，很难得有男生要追我这样。这个男生好吗？就才刚认识。为什么大家都是自己的照片呢、啊？我照片还好啦，没有。秀慧，你会很寂寞吗？我没有在跟你聊天。这样我好紧张哦。有没有什么隐私可以提供给你们？哦，没有，那是我之前拍。这还蛮厉害的。这是我拍杂志的时候的照片。对，不过在我们节目都有过这种照片。好了，至少知道。刚刚那个很厉害啊，我觉得够了，不要再整他了。不要牵动我了啦。OK 了，差不多了。哎，有客人来了吗？哎，好久不见！新年快乐！秀慧是你那一集的那个哦，秀慧姐，我们同集啊，我们要招待香港的客人。好嘞，谢谢。待会见，不好意思。陈汉典，我们麻烦香港客人进来哦。这边有一个背包是谁的？应该也是助理的吧？哦 ，Hello，Hello，Hello， 来这边请啊！第一次来康熙，我们就这样对人家好吗？谢谢，欢迎，你第一次来，为什么要参加这种单元啊？我不知道哎。你不知道要收包包吗？他们有跟我讲。其实我包包没什么，就是平常都是一样。你的包包在哪里？就是你说不要看的这个吗？对啊，这个点点包是你的哦。点点控是我啊。哦，点点控啊。哎，现在很重哎。对，全都是。因为是歌手，所以呢，有喝的饮料。里面是特别保养喉咙的东西吗？都是清茶，还有温水这样。然后全部是同一款的点点呢。对，都是朋友送的。是因为啊，这个比较有纪念性，就是。是第一个，我入行的时候我还没有化妆包，然后我的化妆师送了这个给我。哦，那就从这开始就很多，就全部点点吗？点点都送给我，真的很整齐耶。对啊，可是全都是美白牙贴吗？对对对，这很好用。可是只带一片，就是上场前贴一下就会立刻变白。对对对，我还以为是手机的。可是我是每一个，哎，我觉得今天很聪明，因为我手机没带。怎么可能随身不带手机？因为我只上一个通告，那我手机跟就是 iPad 都放在。所以你知道，谢安琪是在开始得奖的时候他就结婚了耶。嗯，然后就退出歌坛。有退出还是说没有？休息一阵子。在中间。哦，谢谢。休息一下。所以请问香港明星用这个吗？
这个就是刚才按摩那个吗？不用吗？不用，没有。不会用。我不是那种喜欢按摩的。OK。所以不会跟老师，也不会跟老公写一些甜蜜的小纸条吗？如果是有纪念日什么的，都会写他小卡片这样。现在是不是儿子比老公重要非常多？差不多了，不能这样讲。儿子多大了？他会。啊，儿子他现在6岁半，6岁了，嗯，6岁半就是很黏妈妈的时候啊。对啊，那你出门他会大哭吗？还好，因为他在家里。哦，这是我常见的布满。你以为是新的？因为这个是旅行包包，就是来台湾才带这个。谢安琪没有退出歌坛，他要办演唱会了。啊，是。就是这个，我最近就是3月20号会在 ATT Showbox 有一个我自己的音乐会。所以你多久没有真正办演唱会唱歌了？其实去年有啊，去年。所以其实台湾这边就好久了。小孩几岁以后你就可以恢复？我其实他好像5-6个月我已经在唱歌哦，对，很快，还胖胖的时候，所以一点都不感觉自己有离开过演艺圈。没，应该算是没有，因为我就是怀孕的时候还有上节目啊，还有就是出席活动这样。所以你的助理如果不小心把不对的东西放进另外一个包包，你会生气吗？也不是生气，可是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我自己都会哎，那我赶快自己休息好了。不舒服是会稍微念他们一下吗？也不会啦，就是因为我自己放的东西也蛮复杂的。我每次看到女生拿出一个自己的瓶子来喝，就觉得好神秘哦、喔。对，到底在喝什么？尤其是黑色的，好像比我们健康很多。很久以前，我带我女儿去华山艺文中心，然后我就跟大 S 约在那边，然后她就过来，她就拿了一个这样的壶，说你喝。我说我不用啊，我自己就有带茶。她说你喝，然后我就一喝，我说 champagne。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喝了吧？所以你是在找酒对不对？没有酒。好，安琪，欢迎你来哦。好，我们等下在棚里面了。谢谢。好，来安琪这边请。我们还有一位来宾，听说是你以前认识的人呢。嗯，好像蛮熟的，有一阵子。然后他出了一个书，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你。他好像是幕后人员对不对？他超级幕后的、啊。他脸上就写了幕后两个字。那为什么现在变成幕前的人了？我不懂。所以现在是变成大作家吗？还是？因为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工作人员怎么会来？所以，我们应该要进棚去问他一下事情吧。要吗？干嘛？不让他露面吗？哎，我们要进去喽。所以那个各位来宾，我们现在进摄影棚里跟你们做一些结论，好，麻烦你们等待一下。刚才呢，有几位明星都在化妆间被我们拷问过了。除了现在在我们旁边的这位是第一次来康熙，可是其实 S 跟他见过，对，好几年前。而且刚刚小 S 一看到我第一眼就说：“哎，艾莉是你哦！”我有吓到。你以前不叫艾莉。对，而且我没有想到他还记得。他现在有经纪人了耶！你知道他的老板是谁吗？是陶晶莹吗？是。陶晶莹签了你哦。对，是作家发片吗？没有没有，是那个就是帮那个网站写文章的。可是我以前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工作人员。我现在还是啊，我是电台的制作人。OK。对。所以以前碰到 S 的时候，是那时候跟黄子佼做节目，是不是？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你跟他感情很好。没有没有，我必须要去。所以你为什么会惊讶他还记得你？因为我觉得时间过很久了，而且我们其实就是不会有太常接触，就后来的时候。所以艾莉现在不但从幕后到了幕前，而且就是出书了。嗯，是。然后你看到艾莉里面夹了一个面膜，来看是什么面膜？你没有看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没有看过妈祖面膜吗？没有加持过的吗？就是因为那个国际书展签书的时候，就是书迷送的，然后我就顺手把它夹在上通告会带的书里面。是说台湾拜的很重要的神妈祖？对对对。可是是说敷了会像妈祖？敷了之后书会卖更好吧？敷了像妈祖也很好啊，就是慈祥。就是前面可能会有珠帘。
这本书是讲爱情的，还有一些人生观的分享，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去年跟小燕姐请了2个月的假出国，然后也有收入一些去旅游的时候写的文章。这篇真悲伤，我这辈子找不到男人了。这个可能要送给年纪比较轻的几位。没有，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曾经一起吃宵夜的时候，对，那个时候你一直都没有男朋友吧？我，所以那是自传吗？没有没有，有很多是朋友的故事。所以你说美眉们很爱念，说我这辈子都找不到男人。对对对，就20几岁的。不会啊，那周心怡她刚刚才打电话给她男朋友。我还要说，她刚刚啊，就是还没有开录前就很兴奋跟我说：“艾莉，我看你的书，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那一篇《彩虹糖选择》，我心里好感动，你知道吗？”结果我刚刚发现，你是不是看孙乐欣的？哦，你送给孙乐欣。艾莉护照随身携带，到机场才发现没有带钱。这老板怎么样？会不会很要求？他其实还蛮自由的哎，他其实还蛮福利好吗？福利？你说欠一个号，还公餐可以涨福利 ？Something like 劳健保。没有，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啦。哎，你真的是我们第一次收到随身带护照。真的吗？所以可以这样，就等他录完你就说啊，我想去伦敦，然后就去机场。机场打开，皮夹只有1000块。那唐做老板怎么样？会不会很要求？他其实还蛮自由的哎，他其实还蛮福利好吗？福利？你说欠一个号，还公餐这种福利 ？Something like 劳健保。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啦。哎，你真的是我们第一次收到随身带护照。真的吗？你要随时走是不是？就是需要随时 check 说我的护照还没有在有效期限内。所以如果随身带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去机场买得到机票你就飞日本了吗？对，如果你是用签证的。你做过这种事吗？是还没有到那么豪气啦，因为我真正正职的工作是小燕姐是老板，所以。所以如果是免签的国家，欧洲有一些也是直接去，哎，对对，就可以马上。所以可以这样，就等他录完你就说哦，我想去伦敦，然后就去机场就买机票就走，就到机场打开皮夹只有1000块。所以你还没有做过那种说走就走的事情，因为去现场买机票太贵了，而且你现在有了男朋友，不能说走就走吧？也是啦。好，谢谢你啊，艾莉，希望你的新书收到。谢谢。所以安琪，嗨，你在香港的时候就是不可能把包包给人家看吧？其实都一样啊，其实那个包包刚才的是我真实的，真实的包包，平常都这样。所以朋友也可以翻来看。可以啊，只是不能够把有臭味的东西放进去就好了。可是 Vicky 常常放有臭味的东西，就常常食物放进去都忘记拿出来。你包包是有曾经出现扁掉的什么？茶叶蛋以及面包，壳不就是散落？就是有用塑胶袋包好，那其实会想说等一下再吃，结果后来一到回家之后，可能又忙小孩的东西也忘记，隔天再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包包里面有2个已经扁掉的茶叶蛋。那这样还要吃吗？不会要吃了啦，但是就是已经隔夜。妈妈回到家有时候累到没有力气。对，就是还要弄小朋友，所以我比较不会整理包包。是，今天我们看到最整齐的包包是安琪的包包。嗯，对。所以你看到其他人的这种烂烂的包包，会觉得很受不了吗？不会，那只是不是我的就可以了。我觉得安琪应该是有强迫症那种。很在乎事情，我承认，我是应该是有一点点。所以演唱会的时候应该会规定歌迷要做好，做整齐。好，祝你在台北演唱会成功。谢谢，谢谢各位，接着我们。谢谢。